网络女神李曼莹同同性密友阿 Jo 嘅恋情最近受到关注同埋讨论啦，因为日前阿 Jo 就突然喺社交平台度话有老婆都介入人哋嘅感情，损人而不利己，冇几耐仲删除咗个 post， 好多人都估佢系讲紧李曼莹搭上人夫啊。最近李曼莹就发文澄清，话其实佢同阿 Jo 已经分开咗一段时间啦，但系因为系两个人嘅私事，所以冇特别去讲。李曼莹亦都写到话，佢了解过后发现阿 Jo 之前所写嘅并唔系讲紧佢，而系另有其人啊。